活过来了啦。哦，照镜子，哎，访问老半天啊，找不出来他们的本性在哪里。舞一跳跳，眼睛都亮了。变成跟周子瑜姐姐一样，不要变成曾子瑜哥哥哦。没有张子那么像。我们一起出去玩，她的男朋友就在床上见。男朋友他是恶意要认识，故意，太像了啦！首先欢迎姐姐杰米，欢迎杰米，来一起来欢迎妹妹出场，杰姨，两个，哎呦，靠近靠近，变熟，真的很像，对呀，很可爱啊！这个爸爸妈妈生到双胞胎，那种心情是喜悦，而且 CP 值很高哎，对，生一次就两个，对呀，你以后想要生几个？哎，我也是想两个啊，是吗？对，而且最好是双胞胎。好，对，就不用那一次就好。对啊，哎，你们有演戏，还有天桥上的魔术师啊，好戏哦，大佩跟巧佩就你们两个嘛，而且你们还是听说还是演双胞胎哦，就演。他曾演双胞胎，对对对对对，在剧组里面是孩子王，是因为我那时候比较慢热，所以外表看起来比较凶，也比较高冷，他们就会怕。其他人怕你这样，对，会怕。然后有时候那个剧组放饭的时候，我就叫他们帮我去拿那个午餐或者是椅子，他们就一定会去拿。你叫其他小孩去帮你拿，对啊。哇，在里面等于是大姐头了啦，孩子王啦，搞组织啊，搞组织。其实你是很好相处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孩子笑。可以啦，啊，你有跟那个万芳姐姐她打你啊？打我？打你啊？啊，打真的打吗？真的打，真的打。她心里面是有多不舒服？真的打你？对，就是她的时候，她就一直在跟我说对不起，她问我会不会痛什么，结果她看起来就是很难受的感觉。他是演妈妈，老师，因为老师觉得你在万芳高中的老师，万芳本身是老师，是老师，对对，不是万芳。杰敏是姐姐，胆子比较大，哎呦，是吗？对啊，因为我个性比较酷，喜欢一些比较恐怖的东西。收集的也不一样，恐怖的东西，收集什么？像是安娜贝尔恰吉，哦，都全是怪怪东西啊。那你就放在房间哦。那你们房间是同一个房间吗？同一个房间。哇，那他不是吓死了？对呀。很可怕，他把它放在床头。好。他还帮他盖屋子哎。哦，这种小的可以啦，小的无所谓啦 ，Q 版的啦 ，Q 版的啦，我以为是大只的。哦。没有啊，作业常常忘记带。或是没写作业。对。互相 cover。就姐姐帮你吗？他有时候会故意不提醒我。哦，小坏坏哦。爱你，他会帮我想一些很奇怪的理由，叫我去跟老师讲。哦，比如说怎么样？如果是卷类的作业，就会说被爸爸拿去当那个晚餐的垫子拿去垫。哦，蛮聪明的啊。推给爸爸。我刚刚特别注意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他们左边都一样的地方有一个虎牙。你看有没有？这边对，这边一样，有没有？哎，连虎牙位置都一样，虎的虎牙的位置、形状、角度，通通一样。对呀，你看，所以上帝造人真的很特别，对不对？对呀，这个细节也都照得一样，不错不错。那我们就带来这段精彩的 K-pop 来。杰敏、杰怡，演艺圈的新星，除了演戏、进行跟接触舞蹈 ，K-pop 完全难不倒他们，知识技巧样样到位，马上为你们送上精彩表演。就活过来了啦！啊！哇！自信！很会跳哎啊！
后来猜测，哎，访问老半天啊，找不出来他们的本性在哪里。哇，对，舞一跳才知道，眼睛都亮了。crazy， 孩子很多，你看我们当家长的，就是丢出去，让他自己去找寻他人生自己喜欢的一个方向。这个叫什么？抓周。他就喜欢这种跳舞，一跳舞整个人活起来。而且刚刚是姐姐还是妹妹？因为他那个项链掉，他很帅，就这样踢掉，然后上面临危不乱。专业，长大了。很厉害，厉害啊！所以两个，你们跳舞跳多久了？跳这么好？两年就这样了。等于爸爸妈妈是有计划的要培养你们。没有，是我们自己的喜欢做的。将来也可以变成跟周子瑜姐姐一样，不要变成曾子瑜哥哥哦。哎，真的，没有上一组那么像。哎哎哦，眼睛也还好。眼睛反而还不像哎。也还好，哎呦！我在一中卖衣服，然后服饰店卖男装，对。他有一次他来探班，就想说，哎，为什么我跟男客人就是可以聊到那么开心这样？但我是因为工作，对。然后他就是下班还骂说，哎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接客人？你男朋友不会担心吗？接客人，接客还好，招待就是有点可怕。对，他比较会卖嘛。哦，比较会。姐姐，你讲话较注意哦。没啥都丢啊！曾经被误会劈腿男友，哎，有啊啊，怎么搞？所以劈的人是没有，有一次是姐姐的男友。哎，我朋友，然后看到我姐姐跟她男朋友在约会，然后就是偷偷来跟我说，哎，你又换男朋友了吗？哦，以为是你，以为是你，对，谁叫你男朋友换那么快？长期换男友，对，快速快速快速，差不多一个礼拜换一次吧。没有啦，没有。你们彼此交往的男朋友会不会认不出？对啊，会不会有这种误会？我看起下班要接错人这种。就我觉得他们两个还好，好认的，算是好认的双胞胎。那这个男朋友不管是谁的，他是恶意要认，故意犯案一冲过来哦。错了，对，真的有一次我们一起出去玩，然后我们刚好都背对，她的男朋友就从我后面抱住，然后我以为是我男朋友，所以我没有拒绝，没有没有，你也觉得哦，对，我就没差，我想说哦，我们的你也配合，然后你调音。那时候我还看着我男朋友，跟我男朋友对到眼，对，他又看着我，还看着我，我就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傻眼呢。你们四目相交，那这个人到底是谁？他就抱错了。那可以原谅吗？这还可以，至少没有上错床。果然有满成年了。我要说有一次，我男朋友在床上竟然把我叫妹妹的名字。对不起吧！哇塞！啊，因为你们好 turbo 哦。我男朋友是先认识妹妹，然后他把我介绍给他。在场，我是媒人。哎，我突然很怀念访问妹妹们。是啊，这个太刺激了，口味落差太大了。但是还是姐妹情深。妹妹，那两位有什么要表演的吗？没有。哦，有，你们刚刚那个 talking 就很好了。精彩，精彩，精彩。好吧，谢谢。